Hello， 铁铁，现在挑战吃七个活竹子。我看他们别的，呀，我看他们别的美食主播都挑战吃六个，我试试挑战吃七个，看看能不能吃了，能不能吃了。他们别的美食主播吃的都是五香的，我直接上来就是原味的。加快速度。加快速度，宝贝们，你们看一下这个，这里面好像是没有孵化好吧，这个坏了，这个有味儿，这个不能吃。这个刚才吃的味道都不对。不行，这也不行。给你看看，啊，算了。你看看这个，看着了吗？吃不了，我只挑战了五个。我觉得挺成功的了，点个小心心吧。